宝志，快来吃我刚买来的披萨。好嘞。哎呦，来电话了，我来接。喂，你好。小猪，你们的爸爸在我的手里，快把你家所有的好吃的送过来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打扰人家吃披萨。嘿，别挂掉。哎呀，奇怪了，怎么暂时无法接通呢？再打一遍。又来电话了，我来接。你好呀，你是哪位？佩奇，你爸爸在我手里，赶快送好吃来救你爸爸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挂掉。吃披萨了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刚刚明明有人接，怎么又无法接通了？我再打一遍。你老公在我手里，赶紧把好吃的送过来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我也挂掉。为什么又无法接通？为什么？怪兽气疯了，嘿嘿，我要趁机